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更高的境界，他们不知道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，甚至很多的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否认他们有问题，失去了最基本的那个诚实，否认有什么问题，否认有什么属灵的需要。这个是很典型的，就是现在的长大在这样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人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使徒行传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，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，你看我们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里的美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预兆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，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。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段，这个可能是我们蛮熟悉的一段，那我要用它来做一个比喻。那么它里面是充满非常多的宝贵的真理，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开始看，就是彼得约翰他们要上这个圣殿去，然后第二节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然后他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所以第一点，这个是一个比喻，是关于传福音，是关于这个世界的需要。当我们看这个经文，我们第一件就是注意到的是，这个人是瘸腿，这个人必须有别人把他抬到这个美门那里，这个人在那里天天要求人周济。他为什么要跟他们要这个周济呢？因为他饿了，因为他有需要了，他瘸腿了。这个就代表世界，他饿了，他瘸腿了，他有残疾，他也更是无法自拔，无法自我疗伤啊，他没有办法。所以世人也是指望得着什么，也在寻找什么。也请注意，为什么这个人看见彼得约翰他们没有说请你们医我的病，为什么他没有？为什么他只要他们给面包吃？请问难道他的需要不是远远大过这个今天吃饭的问题吗？对，他的问题远远大过这个吃饭的问题，而且他也知道他瘸腿，可是他所不知道的就是有答案。他不知道有别的办法，他不知道有办法得医治，所以他只管这个他最迫切的那个需要，
就是吃饭的问题。为什么是人？其实世人的问题很大，根本就是世上的尼尼微人，他们不知道如何分辨左手跟右手，这就形容世人对是非，他们没有标准。人际关系怎么搞，他们没有标准。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也没有标准。所以那个世人是瘸腿，属灵方面瘸腿，不知道有答案，所以不求也不找，只找什么呢？就是最迫切的那个需要，就是肉体方面的需要。世人的问题不是肉体方面，不是吃喝玩乐的那些，世人的问题是一个属灵的问题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有答案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我在那个昆明的时候，我的那个租的那个房子的房东，有一次我有了一个感动。其实我不了解他，就是说我就是跟他租房子，然后可能我租了一年后还是多长时间后，我就有感动要找他传福音，所以我就联系他，然后要约他，然后他一直是觉得，哦，你是不是缺钱呢？你要这个我有更多时间交这个租金，还是说，我说不，我想和你见面，所以他可能很紧张，他实在是就不知道我会要跟他要什么。到他家里，我跟另一个朋友，然后我就跟他做一个简单的、非常简单的一个见证，就开始给他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福音。我想他一直到最后都还是怀疑我还有什么别的东西，还有什么别的想要需要什么还是怎么样。其实根本也没有，我就是要给他传福音，我就是有感动要给他传福音。我记得当我给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开始明白我在讲什么，知道吗？他开始明白我所说出来的这个属灵的问题了，这些方面呢。然后呢，你知道他马上想到了什么呢？他是他哥哥还是他弟弟，我记不清了，但是他就说我那个兄弟呀，他不也是去剃头吗？要当和尚吗？然后说这个人也是那个神经病了，他也是非常的这样，非常的那样，成为所有人的负担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如果我跟他说属灵的问题，如果他真的认真的听，他也知道有问题，他也知道有需要，知道吗？但是他马上就想到什么呢？哦，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都变得更加的不好，所以不如一直瘸腿一辈子，就像我这个瘸子，然后我一边瘸腿一边混吃的，这不就是已经最高的境界了吗？因为你看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都会更加的疯狂了，更加的就是走火入魔了那样。这就是世人的他们所认为的。如果他非常的诚实，他们会开始承认，是的，我怕死亡，我也不知道以后有什么，我也是犯过很多的罪，我也知道我有内疚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神，但是如果有的话，我有活了。他们如果非常的诚实的，他们会都这么说。但是当时他们就马上就想到什么呢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，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有人知道这些答案，所以他们就那个就是用这个为一个理由，不要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。在那个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个画面，有一个人，他的这个脸是那个朝着这个地，
好像固定敲这个地，然后他手里拿着那个那个叫什么，那个耕耘用的那个工具，然后他就在那个土壤里面耕耘，然后他这个头这个脸就是草地，不好像是完全是瘫痪固定往下看，然后这个耕耘的这个工具呢，好像叫什么锄，它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土壤里面搅什么东西，在这个泥土里面搅什么，翻这个土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个画面是有一个意义啊，是有意义的。这个就是形容世人他的认知，什么意思？他好像瘫痪固定一个这个姿势，这个连草地他根本不知道除了地以外，除了这个土壤以外，还有天，还有星星啊，还有太阳，还有星宿，他不知道。你如果跟他说，他根本就否认，他不知道有别的。所以我们周围的人，你跟他提，就是跟他提福音方面的，我主要是中国大陆，如果是印尼华侨会不一样，因为这里宗教很多，但是在大陆，这些大陆人往往就是跟他们提什么信仰的事，他们就是那个人拿着那个锄耕耘那个地，根本就是瘫痪，而且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别的可以看到上面，他们甚至会发你，他们会笑死了，你说什么天堂，你说什么星星太阳，根本没有，就是这个土壤，就是我们在这里能够混的日子罢了。这个就是诗人的问题。但是你注意，这个人拿着这个锄，对吧，那个耕耘的工具，他拿着这个，对吧，然后呢他在努力的找。这个就代表着什么呢？世人饿了，他们饿了，他们有属灵的胃口，他们有属灵的需要，但是他们唯一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翻这个土，翻这个土壤，他们不知道上面的宝贝直到上面。他们饿了，他们也在寻找，但是他们寻找的地方根本就是错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更高的境界，他们不知道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，甚至很多的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否认他们有问题，失去了最基本的那个诚实，否认有什么问题，否认有什么属灵的需要。这个是很典型的，就是现在的那个长大在这样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人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我不要说这个好像很骂，不是骂人的意思，或者很粗鲁的，但是从某一个角度不像人了，更像是禽兽，或者说动物，可能说动物比较礼貌，都不礼貌，
当然我不是在骂这些人说他们是垃圾，他们，但是我是在形容他们这样生活方式，就是翻这个土找宝贝，甚至很多的他们根本否认有太阳，根本否认有天堂，有星星星宿等等等等等等。所以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店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他要求进店的人周济。他还要干嘛呢？还能做什么呢？他知道这个人知道他瘸腿，但是没有答案。就在这里，那么在下面三节，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注意，他看见了他们，但是他用了什么眼光？他用了一个今生的一个得着饭吃的一个眼光看着他们，所以很有意思。彼得四节，彼得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他不是已经看他们了吗？但是彼得要引起他的注意，彼得要觉醒他，彼得要让他想别的，不要光想你从我们身上 得到。几分钱，彼得要跟他说一点别的，一点别的。那么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他肯定以为我今天要发大财呀，因为平时那些人根本不看我，就不理我，就是可能投几块钱在我的这个袋子里面或者是什么。但是这个人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他肯定是拿黄金啊、墨药啊、什么乳香，他肯定是拿什么宝贝要送我这个可怜的人，对不对？我要吃好几天啊，今天要吃大餐啊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彼得就要让他不要想那些了，那个才不是你的最主要的问题。他不否认需要吃饭，是人的问题，我们也不否认我们需要过日子了，需要找那个钱啊，为了生存啊，为了生活了什么，但是那个不是我们最主要的问题。但是大家因为头已经脸是朝着地跟翻这个土这么久，所以根本也不知道有别的领域，或者说甚至我们否认，或者甚至我们说谁想要去找别的，就是疯了，就是这个邪教了，就是神经病什么的。但是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，那注意下面的话，我相信这是最令人失望的一句。彼得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金银我都没有。”彼得为了救他，对吧？必须首先改变他的这个，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。那个人指望得着什么？什么钱？他只想着是钱，他只想着是填饱他的肚子。我们也不否认他可能需要钱，也不否认他的肚子饿，但是他的更大的需要不是，他有更大的需要不是那个。所以彼得要是要真正的帮助他，第一件必须要做的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。所以很多人要给他传福音的时候，
他们心里想着，就是耶稣能怎么帮我？帮我干嘛？帮我搞定这个家庭，帮我有好的工作，帮我身体健康，帮我怎么样？所以这个是功利心，他们还是指望着得着什么？他们还是指望着就是得着，就是地上的这些事儿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我是无法帮助他们。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来给我们土壤，是相反的，他是把天国要给我们，要把天国给我们。所以呢，要教一个人真正的得着的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？首先你必须要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了，从这个地下的事，从这个除煞的土壤，是吧？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力啊！哎，原来这个脖子可以动，可以动啊，可以动啊！世人是不肯动，他不肯举目望天。是出于悖逆，是出于固执，是出于罪恶，人只看下面的事。彼得必须首先给他泼了一杯冷水。那个人，彼得让他注意到他，意思就是说，我有好消息跟你说。那人肯定就觉得，那太好了，我要发财了，知道吗？那就太好了，我什么什么这个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。他可能要给我面包吃或者是什么，但是不是。彼得的意思是，这个成语用在这里应该很很合适，就是彼得要跟他讲的和他所想的是天壤之别。天壤之别，对吧？那个人想的是壤，是土壤。彼得要跟他讲的是天堂的事。但是首先他必须要让他失望，金银我都没有。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他传福音的时候，14:15，他说，诸君啊，为什么做这事呢？因为他们要拜他们，把他们当作神。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。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保罗必须要教他们放弃你们的偶像，放弃你们的物质的追求，放弃你们只管填饱你的肚子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7:29，保罗这样说：我们既是神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所以你要得着上好的福分的前提是，你必须首先放弃这个属世的、属肉体的、今生的、土壤的这个部分，必须转移注意力，要不然无法得着。所以彼得先说，金银我都没有。他接着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弟兄姐妹们，那个人，这个就是他所需要的，也很可能，也应该，也肯定是他心里最渴望的，最渴慕得着的。可是
他不知道有办法，他不知道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？真的有这么奇妙的吗？他不知道。这个是他真正的需要，这个也是他心里最渴慕的。但是因为只有他所知道的没有办法，所以他就继续的翻那个土壤，翻这个土地而已。一直到彼得来跟他说，叫他不要注意到这些东西，放弃你的偶像，放弃你今生的追求。金银我都没有，不是那个东西，我要给你的是远远大过那些东西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那么这里呢有一些很重要的功课了。彼得不是不在乎他的需要，所以说金银我都没有，彼得是要把更好的东西给他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成功学的福音是一个欺骗吗？因为成功学的福音是对这个锤子说，哦，你需要钱，我给你很多，哦，你需要面包吃，我给你很多面包，而根本就没有碰他最真实的需要和问题。所以成功学是一个短暂的今生的一个东西。那么人人的心就像这个锤子呢，生来只会关注到今生这个土壤。所以福音的使者呢，我们必须要引起人的注意力，我们必须要扭转他们的这个思想，我们必须要转移，使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的身上。首先呢，你不要看那个东西了，你看我有话说，有什么话说？几年我都没有，哈，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了？不，我比这谁，我有的比这谁更好，更好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们要把永恒的一个道，永恒的一个福音介绍给人。新天新地从死里复活，与神相合，与神那个有亲密的关系的一个道，一个福音，这个远远大过这一切所有的暂时的属世界的这些问题和需要。那么这里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，如果我们要像彼得这样对这个锤子，首先要引起他的注意，你看我啊，好，我看着你，金银我都没有。换言之，我们如果要给人传福音的话，首先我们要引起他们的注意，听我说呀，我有话，我有好消息，我有跟你说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否认他们的天然的追求，就是说他们那个天生的会渴望的得着的事，不是说那些东西是错误的，这个锤子呢，他所求的不是错的，但是不是他真实的需要，不是他最大的需要，不是解决他的任何的问题，只不过是让他再混一个继续的混日子，那样子再混一天的饭罢了。所以下面
哦，所以彼得首先他否认，他说金银我都没有，你求那些我也没有，那你在浪费我的时间。不，我所有的远远大过那些，远远更重要。我，你有的是什么？我有和平的福音，平安的福音，永生的福音，神的赦免，神的救恩，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。你能够认识神，你能够与神同行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我认为是有一定的挑战，就是说对我们传道人很是挑战性的。怎么讲呢？如果我们要叫人注意我，你也是，你要给一个人传福音的前提，你必须要叫他听你说话，你要听我，我有话说。什么？你有什么话？然后呢，下面呢，我们要否认他们正在追求的那些啊，这是都是必须的，才能够接受福音。那么下面，当彼得说完了，今天我都没有，他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我们必须真正的有东西给他们，要不然我们是一个假的见证人，要不然接下来他们会更不信福音，更不信我们的道。你看，首先我们引起他们的注意，说你不要看地下的是什么，要看什么呢？金银不是，你不要看那些，那你要看什么？然后我们介绍什么什么，但是我们如果自己没有什么，自己没有什么经历，自己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神，恐怕接下来的结果是他们更加的失望，更加的失望。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，我们要确定我们自己的救恩，我们才去传福音给别人。还有我们要确定我们的身上是真的有神的能力，要不然我们如何才能够做主的见证人？还有呢，我们真的是要确定我们认识神，我们跟神真的有关系，要不然我们要介绍什么？介绍一个思想吗？介绍一个神学的一个教条吗？难道不是介绍一个真理吗？就是有一个思想没错，但是也是有一个经历啊，也是一个生命。如何介绍生命？如果我们自己里面没有那个生命，没有办法了，只会叫我们的福音显得是更没有能力，空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否认人，而传福音的前提就是要否认人，否认他们的追求，然后要暴露他们的罪恶，然后暴露他们人生的追求目标什么的，都是错的，都是错的。我们必须要做这个，为了揭晓天上的事。但是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自己也有得着了天上的事，要不然恐怕我们是讲一个空道。人云亦云。于是
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一个人的身上解决人生的这些迷惑，就是他的罪恶的问题，他世上的这个光景，他不知道是非，他不知道死后去哪里，他不知道这些事，他不认识神，他不知道哪一位神是真的。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救一个人脱离如此深的一个黑暗，把他带到这个光明当中，然后他自己看到了这个光明，他得着了这个光明，他自己于是就是走着跳着赞美神。你知道吗？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救济的，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，拉着彼得、约翰，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。这个神迹是最会引起周围其他的瞎子的注意，其他的一些瘸腿的注意，其他的一些那个乞丐的注意。这个是传福音的最好的方法。什么？把一万个那个福音单张发给人吗？不，叫一个人真正得救，叫一个人真正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，让他自己走着跳着赞美神。这个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？会给一个多大的一个平台，我们自己来继续的传福音。所以彼得就趁了这次的机会，因为这个是神为什么行的这个神迹，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多人听到福音，要不然他们不会注意到福音，他们一直在往下看，注意地上的事。但是有一个人敢站直了，抬起他的头来往上看，看见了太阳，看见了天空，看见了星星，看见了星宿，看见了大光，说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有大光，有真光。那真光就是耶稣。当一个人真正的看到真光啊，这个会引起最大的波浪啊。这个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。什么？救一个人，一个人真正的救一个人，强如发100万个福音的单张。我不是说发单张不好，这个也好，但是真正的会引起人的注意，是当一个人真正的看到大光，即从这个叫什么出死入生，脱离了黑暗，进入了光明。所以我们的这个有一点压力在这个问题上，因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前提就是说，我们自己要有道，我们自己要有能力，我们自己要与神同行。换言之，如果我们要否认他们的那一套呢，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这一套真的是更好。思想上很简单的道理，我们知道
就是天壤之别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。我们知道，当然天上的事大过地上的事，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但是光承认这一点，不等于我们自己得着了这一点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真正的传福音的人的一个挑战，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所传的这个道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所传的，我们所见证的这位神，我们真的是认识他，与他同行。下面我们看见彼得十二节，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呢，我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。那请注意，我要我们特别的注意接下来的彼得他说的一些重点，可能和我们习惯传福音的会不一样，但是我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到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注意他怎么样跟他们说话，他说，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。所以他在强调两方面，神在耶稣的身上所做的，而他们在耶稣的身上做了什么。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，那你们做了什么呢？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，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，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。所以你们把他交付了比拉多，你们弃绝了他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。哇！所以他在非常严厉的定他们的罪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。哇！他控告他们非常的多，都是事实。所以神做了这些，而你们做了那些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。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中众人面前全然好了。那注意他强调，他传的福音当中他强调神所做的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神荣耀了耶稣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然后他反过来他强调，他们所做的事，你们弃绝了耶稣，你们要了一个凶手，你们杀了神的儿子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传福音，要让人知道自己的罪。但是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，这个是最缺乏的。大部分的人不愿意冒犯人，所以不敢讲罪这个问题。但是要正确的传福音，必须要讲罪这个问题，要不然不算。但是如果说讲罪，也有可能做得太过头了，也有可能不小心的我们冒犯了人。所以我很稀奇，我看到彼得这么的直接，这么的勇敢的，这么有胆量，直接的就是直截了当，就把这把刀拿出来刺透他们的心。但是注意下面的话，十七节，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。哇，太奇妙了。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开门见山，他就把这把刀拿出来开始砍啊砍啊砍啊，非常猛的砍死了他们，把他们那个叫什么
什么什么万段啊，碎尸万段啊，碎尸万段，碎尸万段，对。然后呢，然后呢，他那把刀快要人的头颅了，就把它拿回来，给他们呼吸的空间，给他们一点面子。然后他就说，弟兄们，还叫他们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，明白吗？哇，真的很奇妙，真的很奇妙。所以一面他讲的非常的猛，非常的好像硬，反过来我可以看到也有这个人情啊。我知道他不否认前面他讲的，对，你们是这么做，但是我知道你们虽然做了那些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场也是如此。哇哇哇，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，就是讲罪讲得非常的硬，但是等一下回来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那个人情啊，就是要有这种这个仁慈啊，这个对人的一种爱心啊，一种温柔啊，必须是那个这两个都必须有的。大部分的时候是只有仁慈啊，都只有爱心的这个，但是没有人把刀拿出来，没有砍人的，所以他们无法真正的明白问题。反过来也有可能我们只讲这个方面，然后结果也是人好像被逼到一个墙角，困兽犹斗，没有给他一个台阶啊，没有给他呼吸的空间了，就是让他就是逼呀、啊、逼呀、啊、逼呀、啊、逼呀、啊，不要那样，我们也不要那样，我们要快到断人的头颅的地步了，然后就把手收回来了。弟兄，我爱你，神也爱你。我知道你是出于无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，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他还说这个事情发生也是神的计划啊！前面他说你们你们你们，后来说哦，是你们不知，你们不知，后来说是神啊，神啊，神的计划。都对啊，是他们做的，是也对，也他们该知道这个部分，但是也是他们出于不知，也对，他们也知道这个，也会有一点点的安慰。然后呢，也是神的计划，这些事情都必须要应验。哇，所以呢，现在是为他们开了盼望的道路，要不然神肯定只要杀我了。没有希望了，不不不不，不是那样子的。虽然你们做了，也是出于无知，虽然是出于无知，你要知道，幕后神在成就他奇妙的计划。但神曾借着，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所以你们当那现在。他开这个配方了，现在他给他们开药，他前面是诊断诊断诊断，让他们痛啊，我痛了，我知道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然后现在他给他们开这个配方，现在他们给他们开药，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哈利路亚，神愿你赦免你们这些罪，你们要悔改归正，
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哈利路亚，是很奇妙很甘甜的一个福音，不是吗？当你感受到自己的刺痛之后呢，你吃这个药再苦，悔改挺苦。悔改为什么这个 很难入口？因为悔改很苦，就说明你要放弃你所喜爱的很多的罪，很多的行为什么的，所以这个入口很苦。但是咽下之后呢，消化之后呢，会治你的病。入口苦，进到肚子里面就变甜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得了癌症，里面看不到，但是里面有一个瘤，恶性的，但是他不愿意治疗，他不愿意吃药，他不愿意开刀，医生会怎么样说服他呢？把那个 X 光拿出来给他看，看到这就是你自己，对吧？对，那你看这个东西在这里，然后这个很靠近你这里，然后你看这个长得、很快，赶快开刀吧。如果说他没有感觉到痛，他也没有感觉到有问题，他也没有看到什么不正常了，他才不信，他也不要吃那个苦药。但是如果说他被说服了，他知道他的需要啊，那个药再苦，他都会苦，他都会吃的，他都会吃的。Amen。好的，弟兄姐妹们，世人饿了，世人也在寻找，但是他们的方向是错的，是往下看。我们要引起他们的注意，我们要否认他们的方法，他们的宝贝们我们经营都没有，但是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都给他们，叫他们的真正的问题，属灵的问题得医治。那我们也要确定我们真的自己已经领受了，免得我们是做一个空的见证，传一个空的福音，一个空的道。我们要确定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，我们要确定我们和神同行，我们要确定我们的身上也是带着神的恩膏和能力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讲罪，讲完了罪，不要杀人，不要断人的头颅，把手收回来，给他呼吸的空间，给他机会，再退一步跟他说，神容许了这一切，为了拯救你，为了拯救你。然后对症下药，给他开这个药方，吃这个苦药，就是悔改，就得赦免，并得安舒的日子，在主的同在里面。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我们来祷告。